刚到瑞典斯德哥尔摩，这是它的这个火车站啊，我坐的是这辆车过来的。这个斯德哥尔摩呀，它这个汇率和人民币基本上是1:1。对面这个楼盖得很硬啊。然后我在机场啊，我在换钱的时候就失误了。这边人太多了，我这不太好意思录。我在机场的时候，我想用我的那个银联卡，就是华夏银行的那个银联卡换一下钱，但是换不了，因为那个银联卡的话呢，好像在机场是不识别的，我得找一个就是别的地方去取钱。然后机场呢，我就拿我之前那个100美金换的，换了700多。然后机场的那个大巴到这个市区是159啊，太你妈的贵了，大概就是150块钱人民币。我那个机票也就150。瑞典那个施德哥尔摩都是小岛啊，小岛非常的多。这是机场啊，不是，这是车站。你看这个楼盖的这么硬，我操，一看就质量极好啊。